来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王静，今年10岁，来自湖北。来，上前一步，说出自己的幸福心愿。我的幸福心愿是希望我的病早点好起来，帮爸爸妈妈减轻负担。哎，好，乖孩子，来回来。来，我们掌声有请王晶颖的。来，先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的爸爸，叫王美元，今年。他会有什么症状吗？就是发黄，脸发黄，尿发黄，全身发黄，鼻血现在不流了，原来会流，原来流鼻血，原来刚开始的时候没做手术之前就是流鼻血，从4个月到现在10岁，也就是这些年来就没有间断过治疗，没有，对，是吧？一直在治疗啊，那对于孩子来说也挺不容易的，对啊，他不能长久的站立吧。小影子，我们先下去休息一下，我跟你爸爸妈妈聊聊好吗？来，去吧。